要对手攞到分，莫雷拉未攞到分啊嘛。佢第四场先有马跑，我第二场跑短途千二米，14只马出咗，好多啊。不过赢过得两只啫，三号有得精彩，赢过一次一 win 一 Q， 两个第四，两个落地。上仗就入 Q 嘅，跑第二何铭连骑，今次又跑翻，咁呢只二号仔，呢只三号仔叫做咩？有得精彩啊！而家都有十零倍，上仗十七倍。另外一只赢过嘅就系宝贝儿啦，九号仔又系赢过一次，一次第三，两个落地，咁上仗又 win 咗出嚟嘅，吓、啊。咁呢只宝贝儿九号仔而家几多？又八倍。咁投注人士啊，关注三只入过 Q 又从未落地嘅马，呢三只系咩咧？一只就系四号胜利才子，上仗跑第二啊，一模一样啊！呢三只马上仗跑第二，就跑过一次入一次第二，零次落地，包装大奖又系上仗仲2.9倍俾杨明伦啊，准备好晒俾佢跑，佢就跑第二名。咁只马又系未赢过，但系一次入 Q 零次落地咁啊，叻叻精彩亦都系噶。上仗田泰安其实又系入 Q 咁样吓，又系跑过一次就一次第二零次落地。咁呢三只四五十三咧就系、是一模一样嘅嗰、那个赛绩。咁啊档位啊梗系四五好啲啦，四号二档，五号五档。咁啊，叻叻精彩就十档十档，但系可能适合佢跑法，即系佢都系喺外档咁冲啊，咁啊，咁所以呢三只马好多人投注嘅，四五十三好多人投注嘅。咁啊，仲有啲咩马？战斗英雄咧就上仗跑第三，陈嘉希跑。咁呢只马就跑过两次第三，一次第四，两次落地就未入过 Q 嘅。咁严格讲上嚟，佢系唔够三四五啊九啊。十三啊，呢啲咁嘅赛绩嘅，咁但系佢诶优胜住咧就有榜减啦，陈嘉希骑惯骑熟啦，即系咁样吓，咁但系而家都系有16倍，咁啊上涨12倍，仲冷落咗啲呢添。咁如果拣一只，我拣边只啊？我拣啦潘顿啦，包装大奖五号仔。咁啊，如果要拖就拖叻叻精彩，拖下田泰安咁啊吓。原因就是一样啦，佢从未落地啊，即系我系拣啲上仗成绩好啊，想赢啊，即系上次差啲赢得啊，好想赢啊，咁样啊，又从未落地啊，咁嗰啲咧就拣佢嚟买，呢一就有三只呢啲马，咁啊三只拣一只咁样睇下边只，我相信呢三只马之中都有得有跑入嚟都系近嘅，我估，咁啊刚刚嗰场就系、是。两个大师傅啊，被一个就出闸失机啦，即系潘顿出闸就落后咗啦。咁啊，莫雷拉又出闸又唔够快，喺个一档嗰度就俾外边啲六啊、七啊、同埋一号啊啲咁样冚晒，咁就斗都未斗过，咁啊输咗啦。咁啊，即系我觉得梁家俊就即系已经准备好晒去赢噶啦，即系估唔到俾只一号仔后上赢咗佢半个头咁啊，都几好嘢啊！咁但系赢咗出嚟嗰啲就确实系嗰啲系赢过噶吓，红字嗰啲啊，即系马经里边红字嗰啲。我睇下有咩马仔落飞先。三号啊，有得精彩，三号。就落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落咗八格。咁但系呢只马啲落 Q 嗰啲飞又好冷噶，7000蚊 Q 都有份喎，2000几蚊就有几饭，7000几蚊有几饭咁，咁鬼劲嘅。三号，咁另外六号仔落咗一二三格啦，都唔系好多啦，即系唔系好显著啊。有得精彩就绿色 ，win 有绿色，四号就位置红格，五号就 win 红格咁样，跟住四五系好多人关注嘅，因为上仗入 Q 啊嘛，又从未落地啊嘛，所以四五系好多人睇嘅。
你去嘅都估唔到真感会放到咁前啊！主持介绍四五十十三都系啦，有四五有十三都系呢三只未即系未赢过但系入过 Q 嗰啲啊，大家都系咁上下谂啦。咁啊，主持人今日第一场就拣中咗条 Q， 有一有七。好啦，其他马继续入闸啊！神日金刚、城之宝，再嚟就劲得如，后面叻叻精彩，临尾包装大奖嚟到$25啊！航天圣将亦都如冠入闸。好啦，冇大问题，胜利才子，跟住系美丽欢呼啦。闸后边剩翻一对马。分別見到大熱門、包裝大獎同埋一號啊，通常都喐身喐勢噶啦，嗰啲戰鬥英雄啊。好啦，時間夠啦，交俾閘前，係等埋呢匹馬。大熱仍然係五，搞緊入閘仲係嗰只戰鬥英雄啊。好啦，戰鬥英雄。都順利埋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。二場賽事四班千二。哎呀，神日金剛騎師啊，離開咗個馬背先。今日大熱仍然係五，三咪起飛。好啦，神日金剛重新上翻馬。但係黃旗仲未舉起。今日睇下冇問題先。好，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大漏闸嗰只神日金刚嚟噶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埋边位置城之宝，但系中间航天圣将已经系骑咗上去啊。第三位胜利才子，第四位嘅马仲系万事杰啊。出边嘅马咧走紧五六闸啊，嗰只咧走有得精彩啊。中档位置仲有战斗英雄美丽欢呼啊，内栏蓝白还间衫黄帽咧，咁啊贴栏嗰只啊包装大奖啊。咁啊再后啲先马啦，先见到无限惊喜啦，快利宝啦，尾四位置叻叻精彩啊，尾三咧就劲得雨啦，尾二咧就宝贝儿遥遥，大堕后咧就系嗰只神嘅金刚嚟噶。好啦，转弯直路咁滞啦，埋边位置航天圣将啦，中间咧咁啊有呢只就万事杰啦，外边有得精彩走上去啦，内栏第四嘅马红眼罩仲有城之宝啊，咁啊再喺外边冚有胜利才子啊，入边试波啊，黄帽嗰只咧就包装大奖，睇下搵唔搵到位啦，中档冲上嚟嘅马仲有美丽欢呼啊，外边追仲有叻叻精彩啊，同埋呢只咧就战斗英雄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嚟胜利才子，但系中间美丽欢呼上紧嚟，出边位。仲有叻叻精彩大外档啊，宝贝儿啊，最后一百米外边叻叻精彩，他着咗就赢紧呢场赛事。美丽欢呼咧一路挨住第二，但系大外档宝贝儿上埋嚟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外边冚嘅马又系得噶，叻叻精彩咁啊抛嚟。哇！今日买啲内档马都系唔多老礼喎，睇下呢个潘顿啦，又系塞喺里边，俾只叻叻精彩，好多人关注嘅呢只就赢咗出嚟。有时真系唔好怕佢冷啊！妖大师傅又点啊？我真系啊，你据你喺困喺里边。十三宝贝儿，十三同埋呢个九，十三九。A 兰啊，赢咗今日追翻入 Q 喎，都系嗰条路啊！阿潘顿又走里边喎、啊，胜利才子跟到咁靓位，反而翻嚟唔多喎、啊。吓、今次啊！你缩喺后面反而追咁多啊！系咯，连个第三都甩咗。系啊，咁啊都惨，冇惨到个包装大奖咁啦。咁啊，今日跟前咗啦，胜利才子睇下下次会唔会留翻嚟跑啦。咁啊，塞咗嗰只头先都见唔到啊，包装大奖啊。二三好近啦，第一名十三号，第四名四号，1:09.19，时间都几快呢场。睇翻赛事重播。好，黄旗举起。好，你一起。睇下呢个潘顿啦，排个五档咁样啊，就过咗五秒，你知道佢嘅取胜机会得唔得噶啦？因为佢如果要赢嘅话，佢出筹好胜嘅。咁而家就潘顿而家困咗喺差唔多六七位嘅，喺内档嚟嘅。包装大
大奖啊！咁啊，再后啲先嘛，先见到无限惊喜啦，快利宝啦，尾四位置叻叻精彩啊，尾三咧就劲得宇啦，尾二咧就宝贝儿遥遥大堕后咧就系嗰只神嘅金刚嚟噶。好啦，转翻直路咁滞啦，卖变位置航天圣将啦，中间咧咁啊有呢只就万事杰啦，外边有得精彩走上去啦，内栏第四嘅马红眼罩仲有成之宝啊，咁啊再喺外边冚有胜利才子。而家判断只马王即冇喺里边啊！你勇猛都冇用噶啦，你咁样走吓，呢个位置你点啊？品字形咁夹住你三文字，咁你剪唔到步啊！其实咧，咁只潘明辉系咪潘明辉嚟噶？系咪？你田泰安嚟噶喺外档，田泰安啊，只得买呢只都得啊！即喺我射程范围之内啊，不过即系。即系拣个取胜率高啲嘅骑师买，咁就困咗喺内档。十三号仔几好啊，有九倍啊，林开飞有九倍，几好嘢喎，真系。精彩独赢90.5元位置排26蚊，排第二名就系九号嘅宝贝儿啦，位置都系排二十。